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时间，我是西西。我们曾经啊，在很多的武侠小说当中看到几个武林高手啊，为了这个武林秘籍是打的你死我活的。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武林秘籍存在呢？又有多少这样的武林秘籍流传了下来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也是有一幅图啊，它真的是存在于我们北京市白云观的当中。那它据说啊，这个里面是蕴含了人体精气神的秘籍，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。同时呢，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养生保健当中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幅《内经图》。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清洁老师来给我们阐述一下这幅图的含义，同时也和我们真气运行法。陈清洁老师研究内经图以及练习真气运行法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。1993年，他通过练习真气运行法打通人二脉后，体质明显改善。他原先身患胃炎、肝炎、胆囊炎等慢性病，在坚持练习2年多之后，他的身体得到康复。此后他对内经图的兴趣更加浓厚，并且开始义务推广真清气运行法。2006年，他被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评为内经图真气运行研究专家。近两三，他多次受邀在北京中医药大学、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学府开展讲座。陈老师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内经图它有什么含义。好的，这一幅内经图是人体在高度静态下的经络气血的运行的图解啊，它的核心玄机主要开通我们人体两很重要的经脉，就是任脉和督脉。这幅图藏在北京市文馆啊，它的来历据专家考证，雏形以唐朝的末期，以及唐五代，成形以就是成熟以明末清初。那这幅图怎么样和我们自身的养生结合起来呢？这张图主要的目的就要打通我们人体两条很重要的经脉，就是讲的任脉和督脉，也就是我们后天的生命状态、生理状态恢复到先天的生理状态，是这样的。那具体怎么个操作法？具体操作就是著名的中医学家、养生学家李教授所创编的中医真气运行的第一步骤，就是呼气注意心窝部，也就是呼气注意中丹田。陈清洁老师介绍说，呼气要注意心窝部，心窝部是中丹田之所在。当一手中丹田真气饱满之后，中丹田气就可以自然下行到达下丹田气足后，它又会顺着尾闾关向后背直达夹脊，再到玉枕关，进入到百会通督脉。陈老师，这个真气运行法呢，它分为几个步骤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？好的，真气运行法它分为5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呼气注意心窝部，第二个步骤是意气相随丹田气，第三个步骤是调息凝神锁丹田，第四个步骤是通度勿忘护勿住，第五个步骤是元神蓄力一生机。那么这5个步骤是对于初学者而言的啊，那是第一个步骤，呼气注意心窝部。什么叫呼气心窝部呢？就是说我们在呼气的时候，整个思想意识是都要集中到中丹田，就是胃这个地方，这个叫做呼气注意心窝部。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真气运行5个步骤具体要怎么操作。真气运行5个步骤有坐姿、有站姿，还要卧姿啊。那么现在我介绍一下就是坐姿的姿势。首先是调整好坐姿，
座椅的高度要适中，与小腿高度一致，坐下去时只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，也就是只有臀部落在座椅上，大腿根部以下都落在座椅。腿部的姿势只是小腿与大腿成九夹角，两膝盖的间距是两个拳头的宽度，坐放松自然中正。坐姿调整好了后，开始练习时要注意舌头要向上抬，抵住上颚。舌头是大致就是发二的音的时候所处的位置，此眼睛可以微闭，两手自然放在大腿上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呼气要注意心窝部，耳听呼吸，闭目后要内视心窝部，让注意力随着呼气而趋向心窝部，而吸气的时候顺其自然就行了，不加任何意念，早晚各一次，每次20至30分钟，通常练习3-5天后感到心窝部沉重，5到10天后就会感觉心窝部有温热感，是真气集中表现。第一步习能使心火下降，脾阳振奋。真气运行法我采用的姿势可以是坐着练，也可以盘腿练，比如可以散盘、单盘，还可以双盘。盘腿练的时候，臀部需要加个5至10公分厚的垫子。练习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，一是太饱或者太饿的时候不能练，天气不好打大雨的时候不能练。初学者在练习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几种反应，主要是会出现酸、会痛、会麻，甚至是头会晕啊，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拉稀，甚至有些妇科疾病会产生更多的，比如说月经量更多啊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现象，不要怕。真气法对强身健体、祛病有很好的功效。该方法在李少波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50年，已经广到东南亚一带。在厦门，除了陈清杰老师亲身体会之外，同安的两位老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。两位老人，一位叫洪瑶木，一位叫叶木目标。他们分是在2005年和2006年开始练习真气运行法，练习后的变化都非常明显，而且各有各的不同感受。到快要，快要那个冲关了，他有一股，好像有一股气，要很猛的要向上冲。那第一次没有冲上去，到这进步的时候啊，停了几天，那这几天以后再练，一股生气，非常猛的从头顶上冲上去。那时候呢，感觉就好像有起巴拉的那种声音那样子，那整个身体就非常轻松爽。我过这一关的时候是和风细雨，就慢慢过。我这边以后顶住，经过7天才通过这个。要过的时候，但是慢慢的从这一直到头顶上，整个头发都感到会动。那这就我问了陈师傅，他说这就过了，这也是过了。那过了之后啊，全身感到就好像很轻松，走路的时候，脚也可以抬得比较高了。那我原来的三高，现在药已经减半，但我现在还不敢都全部把它减下来。真气运行法在养生保健方面的功效十分显著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重视。如今已经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继续教育项目，学分12分。在2011年的9月10号，内经图医学文化研究院在厦门成立了。我们也希望内经图的研究以及真气运行法的推广能够让更多人受益。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对我们的栏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，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5301234，还可以登录微博厦门电视台健康时间与我们在线进行交流和沟通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往期节目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登录在宽屏搜索我们的节目。好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